天文台在朝早8: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，但是预料风力不会显著增强，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。路易报道。受热带低气压影响，维港上空云量明显增多，但海面未见有大浪，不时仲有阳光。天文台话有一股热带气旋在本港大约800公里内，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的热带低气压正移向海南岛，并逐渐增强，但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以上的距离，预计风力不会明显增强，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都不大。这个热带低气压的环流是比较紧密和细小的，预计香港今天的风力是不会显著增强的。不过从卫星云图入边可以见到，同它相关的一啲云带、雨带都开始系慢慢影响南海北部啦，同埋华南沿岸噶。预计香港今日啦，虽然都仲见到阳光，不过咧比起寻日嚟讲会多翻啲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。天文台预计星期三仍然间中会有狂风骤雨。NTV 记者卢仪报道。